有吗？有，正在读。读曲中。读曲中，读曲，读曲，读曲中。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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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好听，有啦，我听到了。哈哈哈哈哈哈！哎，顺好多、哦，真的吗？对啊，顺的。哦，好像 Skype 好像都真的会比较累。啊。所以他叫莉莉吗？莉莉啊，看你还是看你个人。那就叫莉莉啦。你们想要什么头发？你们要长头发还是短头发？你们要什么颜色？你们要黑头发还是黄头发还是橘头发还是其他颜色的头发？绿头发。绿头。我要大变绿吗？听起来蛮好笑的。啊？可以很大变绿吗？大变绿。这个吗？有这种绿吗？没有吧。绿头发好像比较少。看他不开心。什么鬼头发、啊？就是老皮爱的莉莉啊，乌克丽丽。我喜欢那个包脖头。哦，包脖头哦，包脖头，你要黑色的吗？那你自己照啊，你不要那个。我要照你的喜好走啊。这个包，这个为什么前面还有兔额头的？这是什么回事？包脖头，这个、哦、这是包脖头吗？这个也算啊，也算是。黑色包脖头呢？这什么发型？这什么发型啊？还是这个？这个蛮可爱的、啊。没关系，你自己创你的人物啊，对不对？就是你要弄自己的那个啊，喜欢的人物。哎、欸，你可以调七二零加。调什么？有时候你那个画质可以调。怎么调？不知道，上面有七二零加。啊，我游戏里面调的画质是很是不是很高的嘞？我说是那个实况的画质啊。哦，他怎么调、啊？然后他旁边就有写啊，七二零，我们这个界面就有了。啊，在设定那边，设定上面那个设置。影像吗？因为你不用改啊，因为我们这边就已经有变了、啊哦，就可以帮。我说，哎、欸，我这边有显示七二零啊。其实你实况延迟的还蛮少的，临时延迟的很少，延迟对吧、啊？两三秒而已，三四秒，还不错，还不错。那你这个让人决定的，小恩，你饿了吗？不然怎么讲到零食？我刚刚才吃了晚饭，真的吗？对对，耐数耐数，这就是老皮现在在直播，老皮喜欢出眉毛。出眉毛不错，还不错。对啊，我现在在玩那个。刀气，有直播吗？有啊，那个需要帮助。我要丢给你，好吗？这太好，这好好凶哦。我等一下哦。这是好像别人一脸就是欠他100万那种感觉。还钱！还钱来！那不是你的菜吗？我不喜欢那么凶的。我喜欢那种温柔。好，我知道了，你喜欢温柔是呗？是八字眉。那找一下网址丢给那个全名。好，这样子哎、欸。这个好像倒八辈子没有啊？知道吗？这还好，看起来就是那种。这个好笑。这是干嘛？这是流氓吗？这个也太奇怪了吧！好好笑。对啊。就这样子吧。流氓教授。你的眼睛。布灵布灵。水蓝色吗？蓝色。你们要这个蓝还是？
蛮蛮的，哎，这个男肯定是吃了色素长大的，吃色素长大。这个看起来比较自然。这个吗？哪一个？这个吗？现在这个吧。现在这个。没有，因为我的慢一点点。哦，慢一点点。这个也太恐怖了吧！好皮的菜。这什么？这个这个这个好像某个电玩角色的人物哎。这太恐怖了！是找到眼镜的时候，他没戴眼镜，还早上起来是吧？这个很像谁，你知道吗？谁？某个明星，在那个什么什么《全民最大党》里面有个女的叫什么？安心雅？不是安心雅啦，是一个扮丑的那个女生。谁？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我对她印象不是很深。凤眼，凤眼是这样子吗？是啊，没事。觉得嘴巴要再小一点。我要香肠嘴。这样子、哦。香肠嘴。是裂嘴了吗？裂嘴。裂嘴。安杰丽娜·裘丽。安杰丽娜·裘丽也没那么大吧？是九可了吧？啊，这样子吧，应该这样比较像球力。那不是有下唇的？这样吗？是这样子吧？这样比较像球力吧？是有上唇的。他有上唇，这样子吗？上唇是不是要厚一点吗？右边一点。右边一点。右边。你现在是下唇。下唇。好像充气娃娃。这样子吗？像有，可你上唇要不要再右边一点？右边一点。上唇。这样的吗？上唇是最下面那一排的。哦，这个好，这个好。扁嘴。上唇是。上唇哦，上唇这样子吗？现在调的是那个厚薄度，对。是这样的吗？对啊。他笑的时候也太好怪哟、喔，扁一点好了。下颚，就是那个麻将玩的那个游戏《下巴学员》。什么游戏啊？有这个东西吗？有，有一个游戏叫《下巴学员》。他下巴每个都超尖的，就跟他一样。他可以用那个下巴去把人家杀死。就是那个什么，好像足球队的那个学长，不是吗？一下把人家杀死，真的很好笑。国字脸，可以转一个脸。这样不可以旋转。没有。这种唱歌角色都这么累。来点漂亮的肤色。深绿色，那就深绿色，来个字吧。大变绿，没有大变绿啊。强烈要求大变绿。你们想要字在下巴还是在脸颊上？在鼻头上。没有鼻头哎，不好意思。想要字在下巴。脸颊。在脸颊上。可不可以有嘴唇？上。不行啊，没有啦，我没有下载那个地方。有那个地方啊、喔，真的有那个地方、喔。好像有吧。真的假的？嘴唇上。再找一下。有那个地方啊、喔，真的有那个地方。脸颊痣。可不可以满脸都是痣啊？好像有，我找一下。好像有。可是他的痣是麻花痣哎、欸。你说那个？雀斑哦，对啊，其实我还蛮喜欢女生雀斑。真的吗？好，我帮你找一下这个吗？定。还没看到，等一下还在读书。其实我还蛮，可是看不，我会比较慢一点点啦，没那么快，看不太出来。这样看不太出来，要贴得很近，要跟他 kiss 的时候才会看得到。对对。哦，老皮一开始就想要跟他 kiss 喽。整脸都是痣，可以吧？
那不是太恐怖了，那是缺板。对。看可以吗？可以。好，帮你挑个眼睫毛。我觉得老皮喜欢清纯一点，所以让他妆不要那么浓。厉害了，为什么知道我喜欢清纯？应该吧，我猜的。老皮一脸就是脸上就写着我喜欢清纯，我爱清纯女。清纯大好，那我帮你妆比较浓了。大浓妆有没有京剧的妆？京剧的妆过了耶。应该没了。老三观呢？清纯啊，青色的纯，吐司都讲。青色，青纯不？嘴巴是绿色吗？好想戳他眼睛，越弄越奇怪。为什么会想要戳他眼睛？怎么这样子？这是什么眼睛？那个就是你要双眼皮还是单眼皮？它可以选。这不是化妆的部分。是哎、欸，它可以选那个。有单眼皮的。根本没有单啊，有啊，单的吧，超单的单眼皮，根本没有单的，嘴。是古灵古灵古灵，这叫蜜唇。安杰丽娜裘丽的嘴唇是漂亮的颜色。漂亮是什么？漂亮的颜色。色一点，红一点，没有，就是他嘴唇好像比较偏暗暗色的。这个可以吗？你们开始啊！就纯粹暗，有下唇碰出来的意思吗？鼻头的伤，我也懂。鼻头的家暴，家暴太可怜了。好可怜哦，因为好痛哦。你有别种的、啊。小虾，只有家暴两个字。这样脸都遮住了、啊，也是。这是赛德克巴莱吧？给他戴面具啊，还是很小丑妆？这样脸都遮住了。哇，这个
蓝色面具好漂亮。还有发夹哎。哦，哪里？这里。哦。哦。为什么看到选项是光头？因为他只有那个路线，所以他是头发就。家还不错啊，你怎么可能全相最光头？因为只有光头两个字。那有点可以弄，有点像那个黑暗里面那个。有没有那么没戏、啊？你要戴那个戴耳机才看得出来。哇，根本就是他。对啊。石头头发颜色改一下，对不对？头发颜色不一样。成熟版的。对啊，小，他有指甲哎，虽然看不出来。就是小维上大学的时候的样子。真的假的？我被上大学的小维会被骂死吧？为什么被骂死？他没戏啊！上大学就变没戏了。还是你要给他戴这个？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就是这样子啊！就会，真的好囧哦！哎呀，好可怜哦！我怎么看自己的自己？不见了，啊，好恐怖！你看后面还有个小翅膀，还没有啊？啊，没事，当我没说。啊，眉毛哎、欸？对，我的眉毛怎么不见了？我的眉毛，我的眉毛怎么不见了？好，太好，眉毛出现了。我眉毛被吃掉了。好恐怖哦！那个箱子会吃人的眉毛。眉毛，好笑。换衣服了喂。想要什么衣服呢？你们要休闲一点的还是？不可以调整身材吗？身材不能，哦，可以啊，你可以调胖一点。他只能调胖跟瘦。那三大好像可以调，可以调肥子，是不是也可以调那个高手？就好像可以改大一点。没有，他是那个，他这边只有调幼童啊、儿童啊、青少年。幼童，你幼童看一下，我看一下幼童长什么样。幼童会不会整个选项都调？好小哦。幼童呢？我靠！老皮的菜。我的菜没有那么小吧？那我的头发不见了，太小了啦！整个都重调，这蛮可爱的，我还蛮喜欢这种造型。我的头发不见了，怎么感觉这头发是不是坏掉了？原本绿色头发，真的吗？感觉就是，但那是绿色的头发，这是双马尾吗？好像有点猛，有没有流浪汉的头？没有。我记得我以前玩爆玩哪一款线上游戏的时候，我把他的角色弄完之后，我哥看到这个版是，你在玩流浪汉吗？你在玩流浪汉。又把他用流浪汉的那种头，那种长头发，然后嘴巴是那个络腮胡。你为什么这样？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哦，这很有个性。因为我在把他们关在厕所里面，然后让他们饿死。黑头发好，我都会打电话叫那个朋友跟邻居到我家，然后把他关在一个厕所里面，把那个就是四方把锁起来，然后不让他们出去。哎，你怎么跟我朋友一样啊？然后就看到我家一堆尸体，就是。你好坏。我朋友都这样子，把他们关在厕所里面。
然后我就叫一堆人到我家，他们就开始发狂，发疯，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要来对比一下，对，你知道对比小维吗？对，小维头发是咖啡色，对不对？对啊，这个比较偏，会不会太亮色？哦，真的吗？那我调比较深一点，发色可以选这个吧，比较偏浅色，这个是这个吗？还是说那算棕色，比较接近一点。这个有点黑色啊，所以应该是这个吧，比较接近一点。有点黑色，比较接近一点，这比较偏红色，就是这个啦。帮小维选衣服吧，等一下，等一下。可是我好像没有女学生的衣服哎。第一名，第一名。取名张张。哈哈学生服。学生服？哪里有学生服？找一个比较接近的配色就好。嗯，他可以选上衣跟，就是可以耶，可是我都是下载一整套的，我没有下载上面跟下面分开。他可以选上衣跟，就是分开。我都是下载一整套，没有看到一个。然后有那个右下角那个是什么？你说这个吗？他是内衣啊。我是内衣啊，为你展示2012年最新款内衣。我快坏了。这内衣克丽丽的，克丽丽的内衣。好像没有哎，没有比较学生。哎，我看一下后面有没有，看一下他内件的有没有。你就选比较大学一点的、啊。感觉都比较偏美式一点。对啊，他女生的衣服比较多偏美式，而男生比较偏韩系也比较多。今天怎么都变内衣了？看一下后面有没有类似学生。因为成人好像比较少哎、欸。我看到小，看到体操服吗？是有合适，可能喜欢看到和服哎、欸，好像没有哎、欸。这是骑马装，这太奇怪了吧？就是这个，要么是这个啦，要是这个，要是我的话，我一定让他穿这个。脾气好啦，哎，和服可能还比较适合。我这样子，和服，那就和服啦。比如我要当夜，脾气好。他的正式服装选一件吧。正式服装，那就乌克丽丽的秘密吧。这件哦，正式的，正式服装小礼服。对啊。小李，对吧？啊，这个不啊，对吧？哪个？粉红色这件，后面还是要白色的。这件也不错。红色的呢？是的。白色这件，下面有纺纱的。后面还有没有？没有，下面就那件了。这件跟这件，你觉得哪一件比较好？喜欢上面那件。你是喜欢上面那件？下面那件是穿什么鞋？下面是蓬蓬，比较蓬蓬的。蓬蓬的。下面蓬蓬的。
上面今天有绑一个蝴蝶结，我在想。好，那就这件。那选一件内衣吧。把你拉近一点。拉近。那胸部有点小，不能调整。不能啊，胸部不能调整。差不多吧。这是内衣吗？啊、看起来很像。有些是泳衣混杂在里面。这是内衣吗？看起来很像。那粉红色那件好可爱。这件吗？轻轻的。后面好像还有吧。那粉红色那件好可爱。这根本只是贴图。花花。这是什么东西啊？花花的。还叫这件粉红色，黄色也太潮了吧！人家绑带的。对啊，还叫黄色啊！这是泳衣，这是睡衣，好黑气呀！泳衣啊，还是这件游泳袜哦。啊，那是西瓜吗？绿色是西瓜吗？绿色是西瓜。哦，不是西瓜，是花花啦。这个看得像西瓜，我觉得像西瓜。你看胸部的地方，胸部的地方很像西瓜。我内裤上面会有一个那个花。他叫这件。我怎么会怎么回事啊？看到西瓜。展示有没有？展示。Do we let go？ 简直没乖乖。好了，我这边挑一件呢。就这件好了。就那个啊，就星星的这件，青春洋溢。我觉得我身材要调一下。嗯，我不是只有胖跟瘦而已。因为他皮肤可以调。青春洋溢。调这个。这个。哎，还不是一样。睡衣。睡衣完了。睡衣。这是睡衣吗？这个是睡衣吧？这是，这是。还是要这个白色的睡衣？为什么？为什么我睡衣？厕所沉思一下，还是冲脚。因为我们一直在挑那个。那就白色的睡衣啦。然后选一件泳衣。到底要多少都要选啊？黄色的吗？还是西瓜？西瓜。还是要潜水衣？这感觉是要去潜水。你是西瓜喽？西瓜。选一件运动服。好，我自己挑一件啦，快速解决这个地方。这不是运动服。运动服。好，就这样子吧。期望他们，你们要让他是什么星座的？星座，羊，牡羊座，牡羊是白羊吗？天蝎，你们要不要去打一架？天蝎，有人说天蝎，有人说牡羊，对啊，你们两个猜拳好了，你怎么猜？小孩不见了，小孩就上厕所。啊，那就双鱼。都变了。哎，为什么会变成一只熊啊？没有，因为他点选，他会展现他的个性。是哦。那做吧。那我看一下。看一下天蝎的个性。我变成熊。超开心。算了，白羊的。这个是什么个性？我也不知道哎、欸，外向。解释给外向。看他处女，洁癖。个性，我洁癖。T 是什么星座啊？啊 ？T 是什么星座？金牛啊！我看金牛的，我要看金牛。大量。但不要旁边。会玩。
哇哇哇哇！打耍吗？因为你爱玩指数颇高啊。真的假的？所以要打耍。老皮是什么星座？双子吗？摩羯。该看不看过？你觉得我双子座？我要看双子，我要看。我像双子座吗？看不像吗？摩羯也是洁癖。洁癖。洁癖很高哎、欸。我要看双子，但我不是双子哦。双子跟天蝎一样哎、欸。为什么摩羯座让超开心？狮子座呢？巨蟹好了。巨蟹，害羞吗？害羞。不要啦。狮子座。不要神秘。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外向，因为外向，他们就是这样子啊。天平，也跟我们是一样。射手，什么意思？这种，嗯，好逗，很开心，很开心。天平也是杂耍，双鱼只有双鱼座不一样。阿丽娜，双鱼怎么不是杂耍？双鱼跟牧羊不一样啊。开心，开心。双鱼好了，双鱼是浪漫。啊，错。刚刚说什么？刚刚是不是有人听到我说我是杂耍？很多人都是杂耍。然后我是洁癖耶。真的。不一样。期望是什么啊？享乐、家庭、爱情、知识、财富、名声。嗯。浪漫，因为他双鱼是浪漫。对，是爱情哦。那选爱情。不是爱情，他的那个哎。爱情的。爱情。他的那个高分期望是接吻跟 K 秀，然后还有劈腿，然后是哦，那个家庭吧，对啊，应该是家庭，家庭就结婚呐、啊，然后生小孩，然后教育小孩，是，那结婚好吗？反正都要 K 秀，那不如选家庭。好感是什么？吸血鬼跟吸血鬼结婚，那如果一直遇不到吸血鬼怎么办？吸血鬼在哪里啊？僵尸。吸血鬼跟吸血鬼结婚，选一个这个，制定发型。反感处是什么？古龙水吗？还是臭味？臭味。好，乌克丽丽就这样完成了。乌克丽丽完成了，再一个。拍照。穿一个流浪汉，他名字要叫什么？是他的兄弟吗？可以，你可以把他设定为兄弟，或者是设定为情侣，或者是室友，就是先从室友开始都可以。男室友，男室友叫乌克老皮啦。为什么是乌克老皮？男生都比较韩系耶。对啊，因为我男生下载比较韩系。有比较那个啦，比较没事的。要找一间。老皮表示没有一个适合他的。那我们就帮他调整。我用像那个什么热狗套装的，或者是日系美少女套装。好，我就帮你调。那就摩登大光光。老皮的发型是什么？大光头。我要找一下他有没有大光头。长发。好像。男的美少女。我娘哎！这个胡子长得好笑，蓝色头发啦，这个啦，感觉好像快打旋风哦、喔，好帅哦、喔，好帅哦、喔，就是林肯吧，那胡子跟我像林肯，吸血鬼猎人，我觉得蓝色还不错哎、欸，这是什么发型？啊，金色啊，金毛狮王，快点，金色哦、喔，对吗？
金毛狮王，跟猫王好像还不错。没有胡子，只差胡子，他后面可以调，他可以调胡子，加胡子，嗯，他可以加胡子。金毛狮王，没有胡子。哇，好期待这个，这个跟那个的生出来的小孩到底会变怎么样？他们是兄弟，不能结婚啊。可以啊，他可以。哦，你说设定的室友，他等下可以调调关系啊。可是他不是乌克老皮吗？啊，他也是乌克，那不是变成客家？没关系，他还没有，不要不要管这种事。不要管这种事。我的眉毛有想要调整吗？做粗眉之类的。嗯，这个人就是。会骑那种重机车在路上飙车，对，好像哦。老皮，你想要哪一种呀？那你自行发挥。好嗨的，我怕我把你弄太丑，你会没关系，越丑我越喜欢。真的吗？越怪我越喜欢。假的。你不觉得我玩游戏每个人物的脸都很奇怪吗？那我就把你弄怪一点。生出来小孩好可怜哦。这是我好想看这个小孩生出来变怎样。眼睛要什么颜色呢？好白痴，我的天哪！还是蓝色好。对，创人物不知不觉快过两个小时了。对啊，我就是创人物，真的花很多时间呢。一个人物一个小时。真的。笑得好猥亵。小眼睛，小眼睛。这样子吗？我觉得好像某一个电玩里面的那个异形角色哎。小鼻子，小鼻子。天哪，怎么办啊？快掉了，这种大鼻子还是小鼻子？大鼻子有点恐怖。是那个吧？佛地我。我的天哪，怎么会这样子？他不是还可以调整位置吗？这个调整位置朝天鼻，觉得大家呼吸困难。呼吸困难。好，嘴巴，嘴巴，觉得大家呼吸困难。嘴巴小一点好了，樱桃小嘴。这是公鸡嘴。嘴巴下面一点还是要上面一点？上面一点好笑，上面一点，感觉好像对什么事都很不满哎。那你们等下选星座肯定会叫男的。白痴，要露嘴出来的。选星座，这感觉要亲要亲。阿姑金姐，阿姑金姐，金姐金姐，周游。可怜，要讲只有啾咪两个字，还是小一点好了。他都要走薄唇系列。哦，这个还不错。那你下巴学语，这还 OK 啦。这里像那个谁，你知道吗？像谁？这个好像卡李多。谁？李多，盖那样很像李多。李多。李多啦，李多，李多啊，金鸡，金哎麦给搞那个金夹麦给李多。那我要帮你用尖下巴，下巴它稍微小一点，就像李多。好，又是李多吗？你想要让自己像李多？李多很帅，好吗？李多是不听唐风的。这是什么？这样吗？哦，变好帅，感觉好像被帅创造感觉。想要在他脸上加什么呢？
像都不用加哎、欸。嗯，那就跳过。红唇呢、啊？哦，红唇哦，这样吗？来一个很红，很超红的那种吗？这个嘞，整个娘起来，娘了起来。好gay啊！这个好甜，怎么变这样子？漂亮个子，露一点小牙齿。这个当室友是不是有点恶整啊？老皮不是说他越怪他越喜欢吗？这个当室友是不是有点恶整？不会啦，他应该还会是会喜欢他。那我就直接帮你加络腮胡。哈哈，有呢。真的，我公公来发礼物了。还知道平克翘胡子，这很像男扮女装哎、欸，不，女扮男装。这个还蛮酷的。叫什么胡子啊？这个吗？还是这个？还是这个？达利。达利啊，达利的。达利是哪一个？这个吗？这个，这个，这个。看那个翘胡子啊。达利。好累啊。是不是可以戴眼镜？可以，好像可以。翘。达利，达利是哪一个？翘胡子。哈哈，这个我一定要剪精华，上传到 YouTube。是不是可以戴眼镜？有话讲。凶哦！然后眉毛颜色要调淡一点，不可以调黄色。可以可以，它可以调。我下载黄色的眉毛。红雷呀！老皮你好帅哦！你有眼睛啊！我也觉得我很帅。别呆了，我帮你挑个眼镜。哎呀，那个眉毛太下面了啦，那个眼睛都被吃进去。这个嘞，粗框眼镜。还有别的吗？哦，有这个，有这个。这个好。还是要这个，感觉很有智慧。这个吗？就这个啦。好，来调个。为什么会感觉有哈利波特的东西？因为这件衣服。眉毛，眉毛。啊，对对对，眉毛。不是要突然觉得他变得比较帅一点。对啊，为什么这样？他艺术家的气息。对啊。哦，这个好，这个吗？金色的，全身都金的耶，就这个啦。来选一件衣服，衣服一定要特别往后选。好，因为后面的比较鬼怪异的。衣服太多，要露一下。为什么只有一条内裤？因为它是内衣啊。哦。但内裤是金色跟银色的哦。他笑起来好好笑啊。原来是想让我们生出来小孩是怎样？对啊，我好期待哦。八三是什么、啊？八叔。这痴情吧。这么帅，然后穿小丑，
你只是说他喜欢小丑虫。没有说我喜欢小丑虫。哦，还是刚红色的星星。红色的星星，刚好跟他可以成为一对。对啊，他是穿和服哎。圣诞老公公。这个好喜欢啊，帅版。圣诞老公公哦。有没有星星头？好像没有星星头哎。那可以裸奔吗？那耶稣装好了。哦，有，我有那个，我有那个只有一件内裤的。你要金色内裤还是银色内裤？金色，好变态。好猥亵。帮你展示一下今年最流行的2013银色内裤，由我们老皮示范。真的欸，穿这样出去不会被抓吗？是要穿内裤吗？警察哔哔哔哔，哈哈哈哈哈，裸奔啦！哎，这件好帅哦，这件是哪一件？现在是要去终点。嗯，哦，这件是那一件的，有这么帅的衣服？啊，难得给老皮帅一下。就金色的，就金色，外出穿银色，盖那件吗？那刚才居家穿银色，在外穿金色，睡衣怎么办、啊？就是内裤大侠，那只有内裤而已，只有内裤而已，那只需要内裤就好了，就是从室内到室外只有内裤。对，他而且他只需要买内裤的，只要内裤啊，可惜正式服装没有内裤。然后衣柜打开就只有内裤。那泳装就是银色，就是也是金色内裤啊。从室内到室外，运动服就是银色内裤啊。可是他外出的服装就没有内裤哎，不过我还是要坚持给他裸奔一下。耶，这就是变态了吧？上面那件呢？这件是这边有刺青，然后这件是背后。这件好。老皮是，我一转过来就看到内裤。好，还有就是处女。不是，他才不是处女座哎，老皮是摩羯座。在哪边？超开心的出去，对啊，他超开心的，就是我今天要穿我这件新买的小内裤出门，我好开心哦。所以老皮的期望是，成为裸奔大侠。裸奔大侠是名声吧？名声还是享乐？为什么是名声？因为裸奔大侠，穿裸奔，穿着一条内裤出门。老皮的好感触，内裤，好，内裤，然后泳装，反感是穿很多衣服，好像没有哎、欸，哦，反感是正式服装，好，正式，好啦，结束，耶、yeah!好奇怪，他们两个对看是什么意思？好奇怪哦，怎么会这样子？我要拍照照。他好淡定呢、哦。我要拍照下来。奇怪，他们两个对看。啊，好笑、哦。他们关系是什么？要室友还是兄弟姐妹还是配偶？室友好了啦。追求他的过程还蛮好笑。那就成功喽，接受家庭啦。他的室友，我讲，清白无可讲，这是怎么回事啊？好诡异的，好笑啊！乌克财产有25000块，那我们现在只能住公寓啦。是哦，不能选那个小一点的房子。哦，可以耶，可是他没钱买那个啊，没关
关系，我进去的时候加钱就有。就要买小房子喽。嗯，对啊，小房子。喜欢公寓。那你们喜欢哪一个房子？能住就好。嗯，旁边的房子比较多一点。这边好像也有房子可以在看。嗯。对啊，那个还不错。温馨城堡呢？好像很可爱。温馨城堡好不好？对。好啊。你刚才上面写什么？一什么？一房一点五位。一房一点五位，啊、不是两个人，应该两房吧？对啊，两房一点五位。好帅！一房一点五位，顺风住家。不是两个人，应该两房。房是比较好明。我之前有盖一个娃娃屋，哎、欸，两倍，忘记把它存起来了。娃娃屋好可爱。可以自己先盖好再那个。可以。可是我忘记把它那个。两房一点五位吗？两房一点五位吗？嗯。那你们要这个还是要这个？自己先盖好再那个。左边。左边这个。荷兰式的建筑。可是我不知道他钱够不够。Go 进去啦！哈哈哈哈哈！我们大侠，可以给名称吗？给称号之类的？称号好像不行，是裸奔大侠吗？给他印标签之类的？对啊，就是类似外号嘛，还是什么的？裸奔大侠，给他帮他取个外号之类的。那我们就叫他裸奔大侠。而且他现在这个姿势好笑，驼一背的姿势。哈哈哈哈哈！取个外号。他其实会很会这个。不会啊，不会。所以他现在又要再读取很多遍。那因为他现在载入在新的家庭。好了，好快哦！哎、欸，走这么快。进去了，他们住进去了。他先走进去了，我不用带他先走进去。不要走这么快，不要走这么快，等一下。不要走这么快。进去了。好了，按暂停了。先我要先把那个老皮应该是想要在游戏玩家找份工作吧，嗯，把它锁定起来。然后小维的是什么？购买一个书柜哦，认识新朋友好了。锁定起来是什么意思？锁定起来就是他有时候过一天他会换心愿，然后我锁定起来这个心愿就不会更换。嗯，开始盖房子吗？锁定起来是什么？他在干嘛？他洗澡了。他可能他对这个浴缸可能不是很满意。内裤难挑剔呀、啊！哎、欸，不要走这么快啊！嗯、小维对这个浴缸很满意。洗澡了，走一圈又下去了。对啊，他到底。哦，楼下一个房间，楼上一个房间。他去哪里啊？内裤了？他去哪里啊？穿完内裤在家里面。他一直在走来走去。他去给小维讲笑话。笑话。这不是很难吧？本身就是个笑话。他就是发笑。他干嘛摸他胸部？
变态、啊、胸部什么你的模拟市民现在可以和别人约会了哦偷偷的想赞美他所以这些朋友啊嘎啊摸他胸部又摸他胸部娱乐他说笑话我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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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手游戏是我也不想玩那么无聊的游戏。什么？打手游戏？打手游戏？你会想跟你家人玩什么打手游戏吗？我觉得还不错啊，我蛮想玩的。真的假的？会养它。我叫变态。好啦，我们现在盖房子吧。我们剩4400块耶。那可以盖个屁啊！所以这时候就要用秘技。要先要有床吧。秘技。用秘技。等一下，我想一下，我秘技要怎么用。你把记录起来。Show me the money。模拟市民二秘技。Ctrl Shift 加 C。然后要干嘛？哦，好了，我们加了好多钱，有没有看到？盖房子，耶！要先盖哪里？先盖客厅吗？这个好烦哦。水边，哎、欸，我家是不是没冰箱啊？我家没冰箱哎、欸，我家没冰箱哎、欸，什么东西都现买现吃。对啊，超大冰箱那边，对，而且我家没热水桶。Oh my god！两间卧室，好像有隔哦。
先给他说什么？先这件好了。你先要说什么？比较可爱的。好。这双蚊虫。先这样好了，很简便，很简单。那让他们两个那个朝夕相处一下。他们是换成东东，真的是。丽娜，威狗，地方玩，没有电脑哎。玩一个八，对啊，做一个电脑。这是电脑，这是电脑，电脑，为什么？那个克劳皮。啊！不是，好可怜，有人来，有人来了。他送我们一个礼物哎。啊！还有什么先生？什么？他就是每次你到新的一个创业新的屋，他就会那个，我要把它放在那个莉莉的包包里。马卡布罗巴，阿爸爸，超好玩。对啊。哦，怎么了？哦，好。拥抱，酒好。冰啊，不是不是。耶！耶！他接受他了，欣赏他，背部按摩。背部按摩。我读的不安稳的定的他接受他的背部按摩哎、帮你按摩按摩按摩妈妈的这个阿妈，你看到会不会觉得很惊悚吧？比利布，哭阿贝手啦！两个变态。啊！怎么了？我讨厌他。爸爸，他在赞美他哎、欸，他居然在赞美老皮耶、欸！你真的穿得很有，很有味道。是我喜欢的年轻人啊！我喜欢的年轻人。Angry Mana， 是的。我终于可能。魔术男。啊 ，Vegetarian Santa 老师 Jelly。是我喜欢的年轻人。啊啊，没有二手。谁的那个开那么大声？有没有保障？有几个我？来来吃饭啦！加班啦！加班啦！给他加班。哎，卢策快爆掉了！吐司哎、欸，吐司，只有两个椅子哎、欸。哦，没关系，他站着就好了。我都飞了，我不能站。又有人来了。他一起吃走，他一起吃午餐吗？为什么跑到他后面去了？哎，他去看电视。对对，大家都来了，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莫名其妙跑来我家看电视？被把他赶出去了。他们家没电视了。然后一般店要超大家，然后大家就会来这边白吃白喝。
真的、啊，他们都会这样子啊，然后来那边白吃白喝。其实模拟市民，我比较喜欢盖一层。对，我也不喜欢盖两层，因为觉得两层好麻烦。对啊。吃我的剩菜，再奔了。他们两个抓去了，这白吃白喝，真的。对啊。啊你要去哪里？去尿尿。Game on, gonna match。因为他们都有那种，美国应该都是有那种 party 吧，就是那种轰趴。对对对对对对。还没开趴就已经进来了。对啊，这些朝鲜他不进来。你家就是我家。他真的很不会收拾东西耶。哎、欸，进不去。吃完都不吃。为什么还跑到家厕所？他不喜欢他。乱丢东西。他在干嘛？在睡觉了。他进来了，有没有？他玩你电脑哎、欸。对啊，他在玩我电脑哎、欸。放松，有。没有错。变态，笑，好笑。好奇怪哦。就跑到他上厕所了，听一下没厕所是不是？还在他厕所看厕所，还在他上厕所看报纸。对啊。你要不要？可不可以改造房子、啊？好像可以吧，还洗蓬蓬。觉得房子要改造大一点。召唤他。Money, it's okay。召唤他。对，召唤他。来，刚刚。他来了。娱乐一下。是娱乐他还是被娱乐？他走了。啊，够多了啦！啊，够多不？啊，写的漂亮，是哪里？人民的主席，干巴蛋。欣赏他。为什么要清理厕所？在厕所里面。哈哈哈哈哈哈！然后你长得好帅哦。上来呼他巴掌，站他害羞了。对，拥他会不会接受我们的友好拥抱呢？有没有拒绝了？哎，他鼻子好尖哦。这个男的也是蛮好笑的。欣赏他啦，娱乐他啦。跟他玩耍，问候他拿五块钱。第一路吗？脱离掉。你看他现在打什么法子？嘿嘿。这哥们打什么法？他破音到了，他破音到了。Split two！ 哇！你打什么鸭的？还这一秒？你为什么要破音呀？他都不能跟他调情哎、欸，啊，道歉可以道歉，道歉。哎，千里万，啊，可不，道歉。我肚皮上那个哈嘛，肚皮上必须的。哦个，你看他大的有大样，原谅你了。好意。道歉一下，跳到十九。我挂肚皮。我把他抽死。可以吗？可以啊。老板都可以啊，他们可以凑成一对，真的假的？可以可以，嗯，不能洗澡，调情打量哎，你你包多多，阿巴西，跑掉，肚子，嗯啊，兄弟，你乖，他跑掉了，跑掉。嗯嗯，调情。快说一下。你来你来抽一下干嘛嘛？对阿妈调情。阿妈调情。阿妈调情。阿妈这么喜欢我调情你。Trouble。没有地方站了，是多帅。阿妈。你你是对我。那个冰箱也太好了。高科技的冰箱，这位人要嘎光。阿公，调情。看牛嘴。拜拜，那直接说再见呢。吓到了。阿妈，你为什么来抢我的葛林假白丽？葛林假白丽什么东西？假白丽。假白丽。是百米炸弹客。我被推了。他不喜欢我。
他生气了吗？对啊，他生气了。What is them? What is them?对不起吗？对不起吗？不然你要怎么样？打架？打架？送你我一条命。天哪！哇！好，银色的。晚上了哎。那我们打手游戏。领袖，领袖。嗯，那发现。哎，不要。那不要玩打手游戏。啊妈呀！饼干跟银子一样。他就是一瓶饮料，就放我的桌子。你为什么要拒绝我？哎，千里文，他拒绝我，好吧，那你先回家好了。然后一起睡啊！对啊，哎呦，是什么？谁做的意大利面？哇，莉莉做的意大利面呢 ？Pasta。哇，他好有心哦！我都把莉莉放在一边不管他哎。他自由划分啊！他意大利面为什么黑色的？为什么不知道小薇会做意大利面？我要管老皮，老爸。老皮比较苦、啊、对，老皮才是重心。老皮去睡莉莉的床。是啊。你要睡这边啦。他在睡觉，我们去看莉莉吧。你看莉莉好贤惠哦，还在洗碗。他穿这样真的很像那个一般日本家庭。病毒数据库已经更新。嗯、把生态收好。莉莉，该去上厕所了。上厕所睡觉啊？他没有脱裤子。他怎么脱的？他在裤子上面。他怎么脱？莉莉要清理，然后把他贤造的塑造成一个贤惠的家庭主妇。太卫生了吧？清理有没有？到时候清洗有没有？都要早上了吧？家庭主妇只有在晚上才有空才能清洗。是。啊，很害羞。然后这边没有，没事，家里面东西真的很少。那他们都没有，他们都没有帮我们关电脑。随手关电脑。对啊，都不关呢。我电脑好。电脑好巧。对啊，是电脑。好智慧哦。对啊。他刚迅速脱光了。哦，因为我刚刚按加快速度。哦。好，着内衣睡。好了，加快速度，冲啊冲啊！我觉得床也太惨了吧。因为你喜欢接近大自然一点，你不喜欢过多的那个。连、啊、个棉被都没有。所以我帮你选择了吊床。感觉要感冒。好可怜哦。一天平安的又过去了，莉莉也起床了。莉莉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去淋浴，然后再去煮饭。好像日本的那个。煮好了，然后老皮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尿尿。然后等莉莉洗完澡，他再去洗澡，然后找份工作。好，去找工作吧，你去吃饭。你已经吃完了，宝宝。好快哦。嗯，那个，连他吃什么都不知道。新闻界不行，要游戏界。不行，娱乐界不行。不行，科学不行。不行，医药不行。黑社会有份小偷的职缺，可以考虑一下。没有理念 啊好吧，那老皮来吃早餐吧，吃完早餐去丢报纸，然后这边有一份报纸可以拿进来再找份工作，然后莉莉就看电视吧。他不用找工作，他不用，他是全职的家庭主妇。
我要玩填字游戏来赚钱。填字游戏，我现在填字游戏不可以赚钱吗？什么东西？填字游戏啊。填字游戏。填字游戏就是填那个字、啊。哦，对对对对对，它可以赚钱。可以赚钱，可以靠填字游戏来赚钱的人吗？好像可以耶。有办法哦。都没有游戏界的那个。嗯。莉莉两个人。哦，莉莉，哦，有啊，账单寄来了。随手乱丢。拿走它。好。问候大家。哦。臭臭鼬，宠物哎。为什么臭鼬？哎，他把我们家那只虫踢倒了。哈哈，对我哪里有不满呢、啊？哈哈哈哈哈！赢他。我要派老皮出马。啊，臭鼬要打架呢。女生就交给老皮了。对。然后老皮要去，哦，一下就爆爆。老皮要去赶那个，把那个臭鼬赶走。宠物吗？臭鼬应该是当宠物吧？他不能当宠物。他不是有血吗？不能当。